嗨嗨，我们到哪里？我们今天到新达港。我好久没来了。你有很久吗？很月吧。但是那时候来只是骑卡拉车而已啊，骑脚踏车来，并没有来啊，并没有进那里面，因为晚上这边都已经没有开了啊。这今天还蛮多人的哎，所以都挺满的。你要来这里干嘛？吃东西，然后买虾子，然后买鱿鱼。下午茶就是小吃嘛。晚餐就是我煮虾子跟煮鱿鱼。然后某个人就一直问说：“新大港有没有加 YY 机？”中毒了你。看一下现在新大港。还是这样子啊，你看，就是像这样子。你有来过新达港吗？应该有，跟我爸来过吧。以前小时候你有做过这个吗？应该有吧。我小时候去跟我妈去菜市场的时候，都会吵着做这个。是啊。对啊。每次都有做吗？几乎都会啊。做那个多少钱？那时候好像五块还是十块吧，那么便宜哦。对啊。那现在呢？我不知道。可以做看。我不要，他会说不好意思，你超龄喽。第一碗嘞，我们要不要戴口罩？这么多人，都要戴一下口罩吧。你看，有一次啊，我就是过敏，来这边，就是来这边吃螃蟹，就是来这里。对，在这里。那你还要来这里吃？宝宝只是那一阵子身体不好吧？要卖很多吃的，你有想要吃什么吗？虾卷，虾卷哦，好吧，找看看有没有虾卷。刚刚看到啦。哦，那你不讲，哪里？这里吗？这里啊。好啊。虾卷吗？嗯。虾卷怎么卖？4条150。4条150。你要几条？40。你要吃几条？一人一条吗？好，那我不要吃虾卷，我要吃别的。哦。那吃两条。虾卷，青椒，这样够吗？嗯，够吗？吃虾子，这边卖蛮多肉松的，有鱼松、肉松啊，很多松。那你要喝饮料，吃冰啊，你最爱的冰啊，待会可以等。我们家先喝饮料吧。看你要喝什么啊？你要喝什么？以你吧，剩一片，剩一片，我都流口水了，我都老去暖了。嗯，那螃蟹，对啊，你又不吃螃蟹，你不是不吃，是你懒得吃。对啊，因为它还要用啊。我弄给你吃好了。哇，螃蟹脚哎，风卤哎。小酒嘞，生鱼片的，好大颗的鹅啊！嗯，我不吃鹅啊。我知道你不吃鹅啊，感觉蛮新鲜的很。怎么看得出来？油油亮亮眼睛啊！它应该都是一盘一盘卖的。哦，这一盘哪卖？这一盘哪卖？100。挺便宜的呀。嗯，它比较大只，这比较小只一点点。嗯，这块好不好？好。哦，这个是100啦，这个是150啦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们买到这个好不好？对啊，买那个。这个。好。哎呦！放冬瓜茶吧。好啊，冬瓜茶。哦，谢谢。我知道鱿鱼。你要吃吗？想吃这个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吃？这个是鱿鱼饺。鱿鱼饺。嗯，鱿鱼饺。鱿鱼饺。小份的150，大份的250。小份的就好了。好。啊，你还要吃什么吗？还要吃什么？这样就好。很好吃。安利的喝。嗯。吃吗？嗯，很好吃耶。很好吃哦。嗯，那你觉得跟你家外面那一间呢？嗯，差不
不多好吃，差不多好吃哦。嗯，他这边他这个就是炸那个鱼啊，嗯，那个鱼，然后后面有炸螃蟹、鹅啊，你不吃啊？然后这个蛋你会吃吗？你也不会吃这个蛋吗？吃得很开心吼、哦。嗯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哦，鱿鱼，鱿鱼哟、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啊，我们只买花枝，但虾子还没买。看一下虾子，虾子啊，这边有花枝200，一斤。当什么花枝啊？那你要花枝还是要当什么？这几个要花枝，你要这个还是要？这个好，这个。姐姐，阿姐姐。还有200。鲷鱼皮，你敢吃吗？鲷鱼皮就是乌龟鱼的皮啊，所以你要吃乌龟鱼吗？啊，你跟螃蟹在动物。嗯，螃蟹在动物。你其实这种有大惊小怪，嗯，这些都是鱼子，好大只的，含那个虾子哦，我看到很大只的虾子，嗯，好吃。那你要买什么？虾子啊，我们还有虾子啊，虾子还没买啊。你看蛤蟆会喷水哦，你看到它喷水。嗯再分鸡吗？嗯，泰国虾哎，你还是你要吃泰国虾？我想要吃一般虾，一般虾，因为泰国虾是这样子。嗯，你想要吃一般虾是不是？嗯。你知道这些是在干嘛的吗？炒饭用的，煮汤用的。哦。那你不是要买海鲜吗？嗯。要不要？你试试看看啊，嗯，可是它好像没有。你去，我帮你拿吗？一袋就好，一袋就好。我懂了。没有关系呢，我这个专门是人家什么吃的海鲜，这个真好。啊，这那我200哦。哦。嗯，还行。啊？还行。还行，这个不 OK。那150的，250，一克啊。好。这好大颗哦。嗯，好大哦。好大颗哦，你看它在喷。嗯。慢慢跑出来。很大哎、欸。你要吃蛤蜊吗？它要怎么煮啊？看你要九层塔蛤蜊还是要蛤蜊汤？九层塔吧。九层塔吗？嗯。嗯。加那边。哎、欸，八三，八三啊、哦，两斤二十五，好啦，两斤八三，两斤二十五，买一斤，啊，买一斤，可是一斤没有多少哎、欸，那它很大颗啊，嗯，龙虾。好大哦！什么是双胞胎？就是那个。为什么要叫双胞胎？不知道。还是它只是店名叫双胞胎？不是。哦，这些都是吃的，可以坐在这里面吃的。哦，嗯，所以就比较凉了哈。嗯。就可能买一买来这里吃啊。哦。对啊。台语歌。啊？台语歌。台语歌。为什么我们每次逛的地方都会有台语歌？就是因为你才会有啊。因为你。就是因为你。请你吃糖醋青蛙。啊？我请你吃糖醋青蛙。不要。
糖醋青花，还是我请你吃鹅啊？你要吃奇鱼块吗？你吃酱就饱。嗯，你的鱿鱼还没吃完呢。对啊，还没吃完。你是不是已经热到不要不要了？对。哦，热呀。沙霸的喝，沙霸的喝，国霸的喝，国霸的喝。这个还可以叫卖。对啊，沙锅沙锅沙锅一盖，沙锅两盖，沙锅还要再把包起来。要不要去喊？喊那个都会烧心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喊过？没有喊过。你是不是也热到不行？你都热了，更何况是我呢？对啊，也是。这几个冷包，哎，你那么大猪好吗？还是要再大猪一点？这个很小猪的，我喜欢吃小猪，一斤就好，嗯，一斤，一斤哦，嘿，哇，我知道，满载而归，他也在跳哎、欸，真的、哦。你要不要？哦、你要不要拿看看，尝试他跳的感觉？嗯，很热哦。嗯，来，给我。那要回去了哦。嗯。因为你已经热到不要不要了。嗯。我也热到不要不要的。嗯。那就是新打港的体验啊。我们走上去比较没有太阳啊，不然我快要融化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新达港之旅就到此结束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、嗯，拜拜。啊，真的有。